来了没有啊？大东，看人呢。二哥，二哥，二哥呀，二哥是我。妈，英子。啊，哎呀妈呀，老妹儿，哎呀，老妹儿，哎呀，我想死你了。这不想你？才多少年没看着你了？我都认不出来你了。我又胖了是吧？可不嘛。哎，这是你二嫂。 哎，英子，二嫂好。哎，你好。这二嫂这小脸蛋长得这么漂亮呢。<笑>妮儿，你看你有一个又胖又漂亮的老姑，多可爱呀！这我大侄女吧，这是。是。快快来，让老姑抱抱。大侄女，哎呀呵，快叫老姑。胖老姑好。叫老姑的叫老姑嘛，叫什么胖老姑呢？ 你看他叫叫叫呗，那他老姑本来就这么胖嘛。<笑>大侄女啊，今年几岁了？你妈呀，你瞅瞅，6岁长这么个大个儿啊！英子，啊，就来你一个人接我们的？啊，红光，我俩开车一块来的。哪个红光啊？老舅他家那大表弟光子呗。啊，光子呀！啊，嗨，走吧，走，走吧，二哥，走，走吧，嫂子。你能拿动吗？来，走吧。好。小伙子，你伙计太旺了吧？ 你也太霸道了，别让停车，你就咱四个摊儿，是吧？是我霸道，是他霸道啊？行，我跟你说啊，你不知道咋回事儿。早上吧，我就来接站了，接我哥，我就跟他说，我把车停着一会儿，停就停一小会儿，在家说啥都不让，那才横呢，一分钟都不行，快走快走快走，跟撵狗似的，成横了，不撵家这匹啊？那你不能说我输给他吗？你画圈了？你按记号了？别吵了，别吵了，车先停这儿，等会到派出所去。光子。 长没长心呢你？那行李啥的早都取出来了，就等你呢，还在这跟人扒拉啥呀？快点吧，二哥等着急了。对，你干什么呢？还不能走，问题没解决呢。<笑>警察同志啊，他吧是来跟我接我哥的，我哥是个转业军人，我嫂子是高干子女，就我嫂子她爸，人家是部队里的司令员，发大水那年你听没听说过，有一个爱民模范贺司令，那个就是我嫂子她爸爸。对。 哎，就咱县的县委书记，人家跟我哥还是战友呢。跟我说这干什么？他要遭人送个摊怎么办？你让我走吧，警察叔叔啊！他刚才等半天了，我这不没周人摊吗？你就来了。<笑>那你赔礼道歉，再跟你走。赔礼，是吧 ？Sorry， 非常 sorry。 行了，咱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谢谢啊，大哥。注意点，注意点。好了好了，大伙别看了啊，完事了，完事了，走吧，走吧啊。 好玩吗？好玩吧。那站了，咱们抱一抱。嗯，老师妈，脖子。好。啊。抱着。啊，这张子好。二哥。啊。二哥，光子。哎呀。哎呀，二哥。哎呀，真不结婚呢，一晃成大小伙子呢。 我可像你了，二哥，你都不知道，那才回来呢，你刚转业嘛，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二嫂，这是老舅家的光子。光子好。二嫂，长得跟大明星似的。二哥，你真厉害呀，是不是？小朋友，欢迎你。叔叔好。光子，快点装车去吧。装车，装车，谢谢，谢谢。我来，二哥，没事，没事，我来。二嫂不用你，这活脑子让你干。 你赶紧上车坐下。来，嫂子，你别动手了。你给我来，你别动手了。哎，哎，砸人了吧？哎，砸人了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也没使劲呢。我嫂那么怕了，我主要从我告诉一声呗。咋一过来就让我砸呀？对不起啊，对不起，不是有意的。对不起啊。赶紧，快点装车去。没事没事，还有我们。 走走走，装车去，赶快走，快点。大哥，你好久多年没回来了，你看咱家乡变化老大了。真是啊。哎，玉春，你看前面那片林子，那我当兵走之前在那待的。 现在长这么高了都，是吗？是啊。哎，其实我特别喜欢上大自然，我觉得咱们空气特别的好，你知道吗？真的。
儿知道找七姑帮忙了，帮他把媳妇娶到家来，反过来开着大铲车推我的房子。你小子真是辣完毛有啥理呀你？七姑，你说这些啥用啊？我这是在执行任务，那又不是我要推你家房子。你有意见找雷主任说去。我找雷主任说去，我头脚找雷主任去，随后你把我房子推倒了，你，我就在这坐着，谁也甭想让我离开这儿。我跟你说呀，你要再不动，那我可真开了。三宝了，你小子要是有种，哎，你开，你开呀你呀，你把我房子推倒了，就说把我埋里头，也算你小子替我儿子尽孝心了。我呢，也能看见我那同甘共苦的老头子二姑家了，二姑家。香菇是下来人了，哎呀，来来，快快快快，快送凳子去！你说他可怜样，你看他，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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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怜了。深故乡哎呀，想连天呐，哎哎呦，深故乡啊，想连天呐，我人马拖拖拉拉拖下了那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见九九中天落下云头到人间，眼前一道城门关，这道关那是好关，汉朝瓦秦朝的砖呐，四道梁啊八个柱子的斗拱飞圆敲上天呐，我带着人马刚要进那两个门军把路拦，一个手拿手通剑，他是一个手拿赶山鞭，眼睛一正好威严呐，伸手要我买路的钱，二位门军抬抬手吧，姑奶奶走遍天下，不管你是什么站呐，什么官，过关从来不给钱哦，哎哎哎哎呦。要问我是啊哪一个呀，我本是那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见九九冲天凌霄宝殿随便出溜随便钻，王母娘娘七仙女女七仙姑下凡来到凡间，那哎嘿呦，我这咋整啊，这咋把七仙姑还给搬进来呢？三毛了啊，你这孩子咋搁那看热闹呢？能请神你就得能送神呢，你得赶紧想个法，你答对乐呵再给送回去。那我也不会答对啊。你要是没那两下子，你就别啥事都敢惹，啥钱都敢挣。你整这个玩意儿推房的钱你也挣，钱咋那么好花呢？我是雷主任派来的，人雷主任说我顶义务工，那根本就不给钱。顶义务工免提六款，那不跟给钱一样吗？你还愣着干啥呀？抓紧找雷主任去。哎，我这就去啊。哎，老宋头，你还没到雷主任干啥去了呢？快去看看去吧，那七仙姑又拿跳梁大神了，我怕出啥事儿，我来跟你说一声。别管他，啊，成天装神弄鬼，多气人呢。还去看看去吧，啊，去吧。哎哎哎哎哎呀，
当庄姑啊，那个当庄雷，当庄有事当庄委，谁的理谁的非呀、啊？谁的那个黑锅谁得背啊？求求仙姑发慈悲吧，他年龄大，气血亏，总这么折腾准得堆，你赶紧饶他这一回吧。有事去问村委主任，他本姓雷呀、啊。啊，雷主任，哎，谁谁谁叫雷主任？我来了，雷主任。跳啊，继续跳啊，咋不跳了呢？啊，就是嘛。哎呀，你不挺能耐的吗？这刚才吹的正欢呢，这主任一来，可你咋就闷回去了呢？我这一看呐，你这老仙儿也会唬人呐啊。是，这家伙，我怎么商量劝不走，就在那儿抖威风，太能装了。这咋没磕了呢？你就这点能耐呀？你可别翻白眼吐白沫背过去呀、啊！主任一来，消停了。那主任来了，他敢不消停吗？啊，说啥有啥。这叫鬼怕恶人。不，你那意思我是恶鬼吧？你不在村委会好好看房子，跑到这儿呵呵咧咧，啥意思你？不，主任，我没别的意思，我怕呀，万一时间长他再背过去，那不给咱工作整出这个伤亡大事故了吗？我是为了避免伤亡事故，保证主任的工作不受影响。真的，我就是抱这个目的来的。拿我当三岁两岁小孩耍，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几个都是拆房户啊？啊？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几个在合着伙整事儿啊？主任啊，那你说这话可不能包括我呀！我身为村委会成员，我绝不能当绊脚石。真的，不行你赔我一包炸药，我二话不说，我回到家往房墙上一顶。咣一声，让他立刻变成巴格达。你现在就回去，不用炸，把房子扒了就行，能不能做到？能啊。那好，你就带着这个头，现在就回去扒。哎。这怎么为大群人呢？建设文明新村，是为了给大家造福，谁也别想挡这个道。我再强调一遍啊，凡是村委会要求拆的房子，必须推倒重建，建成咱们天福村精神文明一条街，这就是我们今年唯一的奋斗目标。啊，你不要拿你那套和精神文明较量，玩邪的指定不好使。啊。咋的了？没你事儿。你说你跟我俩作对儿，给人家当枪使，你是啥呀？时间呢？这些年你们孤儿寡母的，有困难找我，我啥时候不是让你们哭着来笑着走的？你说你带这种头，你对得起良心吗？你今年上秋啊，我儿子还往这屋里娶媳妇呢，那房子没了，往哪儿娶啊？推了盖新房，娶儿媳妇，那不更气派吗？没钱。盖不起，你儿子在外边承包工程，那不是赚大钱去了吗？没准儿啊，还赔钱呢。你，爸，拆房的事以后再说呗。我把我全哥他都接回来了。啊，哥，妈来了。妈，你看，这你儿媳妇，这咱妈。妈，哎呀，这儿媳妇怎么这么漂亮啊？你老儿子，你
你都娶了这么个漂亮媳妇儿啊？阿哥，这奶奶，这大孙女也这么漂亮啊？老舅，全子，大全子，你可回来了。老舅，头发怎么都白了？这你一走都十多年了，能不白吗？可不是吗？这是迎春，哎呀，这咱老舅，老舅好。哎呀，外甥的媳妇好。光子，你撇这块，你怎么整出事儿了？光子，行行行，出事算我的，你咋能跟？我可告诉你，齐仙姑，我可不是我爸，现在我要执行公务了。要是敢再不起来，故意给我挡横，出了事儿以后你自个儿负责。那光子上铲车了，他硬要退啊！你快看看去吧，兔崽子！你还有方法吗你？你还有方法吗你？你小子，你把我活埋了你！你把我活埋了你！你下去点，下来，你下来呀、啊、你呀、啊！停下！小子，你还有方法吗你？停下！你还有方法吗你？妈妈，你们下来！光子，你下来！我不下去，你下来！我不下去。二哥，你上来干？你不知道咋回事儿？你听话，你去，你跟这掺和啥？出来！王大，我活埋了！大兄弟，您放下！二哥，我不能真冲着他们吓唬吓唬你。谁是你真的假的？你就这么乱！你快下去！谁敢大胆把我拦呐？谁敢拿我不当先呐？整急了眼，我跟他拼老命！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你到底是神在说话还是人在说话呢？你别管人在说话，神在说话。那我词儿不拱嘴儿，我上一不没听见。哎，我说光子，哎呀，完了你！你放开！干啥？干啥？你架子行不行？这么走？哎呀，这么走？哎呀，走！他不能上前面啊！干啥去了？我干啥？我干啥？你管我啥事儿？你管孩子管啥事啊？你这本来是个大喜事吗？装哭啊！我又不豪横两句能镇唬住你？装哭！不是你咋还嫌人丢的不够咋的啊？快走吧！那你们先回去吧，你们先走，我去安慰。走了走了走了，散了散了散了，走吧，快走快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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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